阿奎，像刚刚我抢完红包了，谢谢阿奎的相遇。看一下今天要加什么特效好嘞？这个好了，因为我今天穿素 T，所以就加点特效。Gex，戚薇，谁？袁丹彤，米虫。卡丘，戚薇，晚安。你什么时候要换大头贴？那个很那个看起来很笨呢。虽然是蛮可爱的啦，但看起来很笨。你应该有更好看的照片吧？卡丘，北斗，嗨，不喝，喝车不开酒，Hello。好啦，我换掉，可是换掉也不能换成别人的哦。只能换成我的照片哦 周杰伦，Hello，周杰伦，哦，好，嗨，浩克，山人，CX3 Lolly，好热哦，今天很热啊，换一个看起来更呆的，一定会有，而且我昨天，你没有看到我昨天发的那个同学来了的照片吗？第三张看起来超笨。那嘴巴开那么大，我不知道看到什么，就很惊讶的脸，超笨。好的，明明掰得很好，掰得很好啊，可是我看起来很笨。我想要走在一个气质路线，好不好？哈哈，不会啊。乌语 soft 的夫妇猫，猫友晚安，Sam 兔兔嗨茶茶。嗯，嗨嗨，麻油！而且我今天晚上有同学来了，大家久违呢，久违呢，同学来了。什么？你是气质路线什么东西啊？到底为什么要那么惊讶？雷军，谢谢你的四叶草，冰寒霜，吉泽明步，戚薇，你是不是换了？我看一下你的，看一下。有哇！你看，你看，你有更多很好看的照片。你看这个有多好，刚刚那个太笨了啦。公演要多准备一个麻油嘴巴必备的棒棒。好啊，你来帮我准备一下麻油嘴巴必备。笑死！如果我真的嘴巴闭起来，我就不唱歌了哦。换好了，太棒了！Hello，阿比，Jacquel，齐安，一个剑骨，阿比。看你，建国，谢谢粉玫瑰，什么哈古博，期待今晚的麻油同学，对啊，双马尾耶，应该是在电视台第一次出现的双马尾。这个板板在一家人才的时候也可以用，对，建国，还有伟卢，小五粉红头果然显眼，Hello，乌鱼。安心书单维西小硕，小硕，为什么你的水蜜桃又不见了？不要生气喽！伟卢，谢谢你。麦友，こんにちは。赵恩，看你。麦友玩波西烤鸭，我就让华仔飞哥看你。赵恩，晚安，こんにちは。食べちゃダメでしょ。食べちゃダメでしょ。一个人，谢谢猫的小手。好可爱哦，猫的小手。朱伦切换，嗨，给我讲，波喜麦友午安，午安，你的大头贴好可爱，午安，午安，唐门，大家都吃饭了吗？Jack，嗨嗨，企鹅飞翔，天天，弟子。正在吃，刚吃饱。你们吃什么？没有吃饱吗？吃了，我今天吃那什么，什么嫩鸡的，忘记这个类似便当的那种。お腹の中にちゃんと保存されて、お腹の中だけじゃなくて、名前にもちゃんと表してあげてください。还在睡，超烦。今天没有上班吗？今天不是平日吗？那我吃。有机便当哦，有机便当。鳄鱼阿甲仔 Drake，然后什么龟什么朴佑璇，太难念了吧？Drake 开金宝，凤丹被推天网，
一个人好意，谢谢 Jack 的一封信。世间午餐中餐吗？药神 reset 票钱，今天不吃了。哎，今天开始卖吗？为什么是苹果啊，小瘦？我是水蜜桃，不是苹果。你干嘛这样？午休到一点半 ，OK。今天比较忙，只能跟一下下。没有，这星期的开始要加油。好的，大家加油。周三开卖哦，周三开卖。OK。大家记得来看 Bellflower 的公园哟。龙魂响诶，谢谢。午安，北极熊的书切换。嗨。这次三串的位置是怎么卖啊？他们是抽吗？就是怎么讲？他是怎么卖啊？那就是分区卖吗？还是一样那个用抽的哦？抽签呢、哦？所以不管是你有没有加入粉丝俱乐部，还是没有加入粉丝俱乐部，都一样是抽签了、哦，是吗？云南，我买线上票哦，嘿。还会有线上，这次的公演还会有线上，真的假的？我怎么不知道？真的假的？还会有线上？啊，是哦，还会有线上哦。买票然后填问卷哦，抽位置。这次有线上，是哦，这次有线上，好恐怖哦！真的假的？哦哟，官网有写，是哦，你是不是没仔细看内容？我干嘛去看官网啊？我是成员呢。但是我成员我不知道。这次公演换了新，也不是新场地啦，就是因为乌美没有租到吧，应该是这样子吧。大毛，谢谢你的相遇。你是全员，可是你知道的东西比粉丝还少，没错。因为有些助理岛啊、中南部啊、海外的可以多撞撞，哈哈哈哈哈，说的有道理。全员干嘛看官网？对啊，哈利当 ，Hello， 你只负责跳舞卖萌啊？我有卖萌吗？好像也没有在卖萌了哈。午安 ，This 小峰 ，Hello， 问方面。麻油，帮我看一下官网，这次公演麻油有没有参加？会啦，会参加啦，这个我很确定，我会参加。哈利小鹅安，鹅安的哟。北林博卡卡住，麻油今天可以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我没有爸爸，我是没有爸爸的，嘻嘻嘻嘻，天然萌，自然萌。我一直是觉得，哦，我很想要走一个气质姐姐路线，为什么我永远都是天然萌啊？我真的很，哎呦，做什么事情都看起来是笨笨的，我真的是吼。春荣 ，Moods， 嗨，佩珍，对吼，今天是8月8号，我完全没有跟爸爸一起过的日子的回忆。也不是什么难过的事情啊，因为我就是被我妈照顾得非常好。气质，对啊，可惜无法。还是慢点，你仕事多许多大了，可是怎么的？要先从行为句子开始培养气质哦。好，我想想哦，我要怎么样才能气质？我想要就是气质的笑容，你知道吗？因为我每次笑起来好像就是眼睛会不见，然后嘴巴又很大，然后就看起来笨笨锵锵的，所以呢我就想要就是有气质的笑容，对啊，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是我一听到好笑的故事就没办法忍住。就像现在哦，没办法。谢谢给子和你一起配信まで2仕事一段落させ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嬉しいです。チーズ比较像是紫萱那种。对，紫萱真的很有气质，但越来越漂亮。じゃあ、宮田ルーク。何、あんまり貢献がないから正直に。つけづらい。え、つけてくれたの？ありがとう。つけてくれるだけで貢献なんだよ。ありがとう。照顾的白白嫩嫩的，对，那要微微的笑，先露出牙齿看看 ，OK， 这
很奇怪哇，这样看起来是我是一个很危险人物，我在想什么的那种感觉。都看一下，气质跟气质也是只差一个字，什么东西啊？爱倒退，那种天生很难改，做自己适合的就好，不要开嘴笑，就算。啊什么？应该就算是气质的笑哦。やっぱり桃じゃなきゃダメ。桃の方が嬉しいかな。发现麻油加的什么？什么那是什么？那是土豆，那是什么？笑死！艺术是不能强求的麻油。什么腹黑麻油在线？哪有？我从来没有腹黑过吧？我个性这么好。扎稳，扎稳，发现麻油扎稳。鲁特、康妮、立成、阿丽跟阿丽，阿丽也是啦，阿丽真的很有气质。志维哥、泰斯喊、冰、阿丽さん、これと桃でもいいよ。あ、間違えた。これと桃じゃなくて、桃と猫でもいい。桃と猫も可愛いじゃん。下午好，思涵，北海，嗨，大家，下午好，大二小家，当当当当当 ，OK， 星期三是8月的升学季吗？我不知道哎。哪有嘴巴闭着自拍就有气质了？所以你是跟我说，不要讲话就有气质，一讲话一笑出来就会有就没有气质？没关系啊，随着年龄应该会有的。笑死！但是呢，就像这雨晴也跟我说，为什么你就是外表看起来蛮凶的，但是你就是相处起来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他上次跟我说，我都以为你，很凶狠的长相都是假的。他是这样子讲，然后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外表看起来是蛮难相处的，但是就是相处起来就是笨笨看看的。所以就是雨晴这样说，今天的双眼皮好深哦，有吗？一样吧，还是我因为。睡饱的关系，还是我的灯光的关系？有吗？双眼皮很深吗？还是我今天是双眼皮？有时候睡太久就会变成双眼皮，这叫做反差萌。哦，这叫做反差。好，麦ちゃんに言われたら甘々の。そうだね。可愛い、ハリさん、ありがとう。还是我把灯光放在这里，这样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好像有好一点。你看起来还好呢，真的吗？我看起来很没有很难相处吗？那就好了。因为我你知道吗，我大一的时候就是我现在的好朋友啦，就是大学的同学就跟我说，你知道吗，而且他们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妈哟，你大一那个就是第一天开学的那一天，就是我就是一直笑着嘛，我一直维持那个微笑啊，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戴口罩，然后他们居然都觉得我很可怕，我笑起来很可怕。大家说你带着笑容真的很可怕，什么意思？对，哈利桑，我都可以跟刘雨晴相处了，不能相处了，什么意思啊？雨晴也是啊，雨晴看起来也是蛮凶的，但是他其实蛮凶的，算是都一样，没有啦，开玩笑，没有啦，就对。他也人很好啊，眉眼的眉笑到可是那只能看到啊，是我男友，就是我笑起来眼睛会不见，不是那种就是谁啊？我想想哦，平衡好了，平衡的眼睛是圆圆的，然后他笑起来也是圆圆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的眼睛不会变形，但是他就是看起来很可爱，但我是就是笑起来我就会变成这样子，就是没有眼睛。好好笑，都可爱，我看到了。麻友现在善良大方、活泼可爱，很棒啊！很多台湾男生想象中的日本女生是吗？我活泼吗？我有活泼吗？笑得你心里发寒，发寒是什么意思？其实蛮凶，结果还是很凶。
因为可能前看公式照觉得有点冷淡，但握手会的觉得很可爱。对，很多人都说马友很难靠近的感觉，或者是什么马友是姐姐风啊，或是什么，然后就是他们就是看外表而已，然后就跟我相处起来可能会失望这样子。今天是爸爸什么？爸爸节そうだよ。父亲节そうだね。パパの日ですね。一个阿伯シャカラカ。原来是翘课叔叔的问题。翘课叔叔，凯哥很好凯哥超辛苦的。我们就是如果要拍升学之类的话，我们有38个成员嘛，那以后可能升级生来了就更多成员，然后都是他一个排的所以凯哥，而且凯哥对我们超好的，你知道每次我们拍升学什么的，就是可能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拍摄的工作的时候，他会带超级无敌多那个零食啊来，然后他上次还请客，请所有人喝珍珠奶茶，他真的人超好，人好到不行。其实刚我们直播的时候很活泼，对啦，所以他们觉得你外表怎么样？我外表很凶吧？嗨，所以他们我看到了，实际上就是爱摸屁屁的变态，太辛苦了吧？但也有点幸福，有吗？很辛苦笑起来就跟我的对，一卡每次都帮我留言，真的好开心谢谢一卡，就有4到50位团员。对啊，你想想看，那个珍珠奶茶也是在信义区买的珍珠奶茶，不像是那种什么。淡水的早餐店卖的那种40块、50块的珍珠奶茶是我们上次点了大概70、80块的珍�珠奶茶，还要38个人加上所有工作人员，然后他真的很大方谢谢 Cakes 的咪咪，什么猫咪热恋，谢谢花生小魔术的夏日冰块。今天是父亲节，有跟你的麻油的爸爸说父亲节快乐吗？今天第二次讲说我没有爸爸，但是不要跟我道歉。很多时候都跟我就是跟大家说，我没有爸爸啊，为什么要跟我道歉说对不起，或是不好意思，或是给我一些那种你很可怜的那个表情，不要给我那个表情好不好？我是超幸福的好不好？给卡姆，谢谢你的猫的小手，哈利桑，谢谢粉玫瑰，谢谢你的吻手礼，3000块就没了，对。谢谢声友会无期收金话筒，谢谢金鱼，谢谢草莓酱，谢谢第一次知道，因为我也不会自己讲说我没有爸爸就很奇怪为什么我要开口自己讲这个，因为怕戳到什么不好的回忆，我完全没有什么回忆就是脸不好的回忆都没有，所以就是关于爸爸的事情不知道，就是这也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很多女生都说什么，就是长大到可能就是，15岁、16岁的时候就开始嫌弃爸爸的衣服跟我的衣服一起洗之类的，我完全没这个困扰至少有哥哥了，但是我也不会嫌弃哥哥的衣服跟我的衣服一起洗啊，对啊。那应该要跟你妈妈说对啊，就是我妈这样很辛苦，因为我妈是我有比我大8岁的姐姐跟比我大9岁的哥哥，然后大概我出生的时候，真的是刚好出生的时候，我爸爸跟妈妈就已经离婚了，所以我姐也是大概也是七岁8、9岁的时候，我哥跟我姐姐大概8、9岁的时候还没有毕业国小的时候，我妈就开始带三个小孩超厉害，真的很厉害。我妈是个女强人。僕の両親も結婚してないからわかるわ。でしょ？幸福でしょ？有看过单亲一家三口都女的也很幸福。我们也是三口的，就是哥哥我，然后还有姐姐，然后都是我妈带的，超强。然后带的这么好，自己讲。红毅 ，Hello， 你好吧？我也是单亲。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什么意外的，好不好？单亲家庭，但是我很期待我妈赶快找一个新的男朋友。我希望她可以踏入一个第二个人生，你知道吗？没有妈妈，大変お疲れ様偉いでしょ？可是你变成变态了，哪有人都是变态的，好不好？
妈友也很优秀，很积极，真的要感谢妈友求母。对啊，妈妈几岁？妈妈是30岁的时候生我，所以现在53、54的，对，今年54吧。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很厉害啊，因为我哥是比我大9岁嘛，这样子的话，就是他是21岁的时候就生我哥哥了。很厉害，我现在已经24岁了，超强欸，真的很强欸。然后30岁，我现在已经今年24岁了，在6年后，我也没有想到，我也不想要去想说我30岁的时候就要带3个小孩过生活，真的很可怕，超强。还以为你要说期待你妈再生一个哦，不要啦，其实我也有弟弟啦，但是我没有见过而已，对。并没有，谁跟你一样变态啦？啊，是吗？是吗？九蛋，等三级先来看你的，看你的，看你怎么说。好早，对啊，妈妈真的很厉害。没有妈妈这年纪找，那有点难啊？哪有难？我妈长得很漂亮欸，哪会难呐、啊？哪会难？すごいよね。すごいよね。もともとだから私に8個上と9個上のお兄ちゃんが9個上でお姉ちゃんが8個上で、で私がお母さんが30歳の時に私のことを産んでて、私が生まれた時くらいにもう何だっけ一人親家庭みたいになってて、だから30歳の時にもう3人の子供を、しかも小学生2人と生まれたての赤ちゃんを抱えて今まで生きてきたわけですよ。素晴らしくない？すごいよね。強すぎるよね。考えられないもん。だって今さ、21歳で子供産んだとして、今の私の時点で3歳ぐらいの子供が2人いるんだよ。2人いて、あと6年後には3人を抱えて家庭を築い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って、すごすぎる、マジで。不会啊，这年纪还是可以找的啊。当然啊，这年纪要找的超简单的。对啊，藤井家的 DNA 很优秀，妈妈一定很漂亮。我跟你讲，妈妈，我跟姐姐真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是真的超级超级一样。因为，应该是我妈的，这个是我妈的眼睛，我妈的鼻子，我妈的嘴巴，我妈的脸型。真的是完全就是一模一样。然后我姐是比较这样子，比较狗狗脸，然后她是比较脸是比较宽一点，对，然后鼻子也在不挺一点，对。姐姐现在单身吗？姐姐单身哦，那可以介绍姐姐给我认识吗？才不要嘞，才不要，你是我的。所以今天是妈妈还是姐姐代班直播吗？姐姐的 IG 分享一下，其实我姐也有在开直播，但是不是浪直播，对，对，她也有开。姐姐，我不想努力了，笑死！你要努力，你要努力，我超喜欢会努力的人，加油！但我姐是完全没有在经营 IG， 如果她有在经营 IG 的话，我分享又没怎么样，因为她也是一个直播主的话。对啊，什么平台？不要告诉你，收入吧，不是。饭圈传奇小白说过，当不了你老公，就来当你老爸。笑死，日本的话应该17吧，17。小叶，你们行行好吗？请问姐姐未来想在日本还是台湾生活，我都可以配合。哎，别闹，别闹，别闹，世宏。嗨，旺妹，嗨，午安，世宏，世宏，午安。我姐哦，还蛮难相处的哦，公主病哦，你们可以吗？妹ちゃんのようないい子に育てて、それもすごい。いやでもね、いろいろなんか幸せに育ってきたな。だっていろいろなんかね、私のお母さんも変わってるんよ。なんかね。すごい特技とかその才能じゃないなんていうの花を身につけなさいみたいな人でなんか勉強はその人と同じぐらいできたらそれでいいとなんかその知識があればいいただその高校とかを順調にこの卒業できればいいぐらいのレベルでそのお母さんの考えはねそれを勉強以外に他ダンスとか英語とかその留学とかそういうなんかもっと人を見なさいってずっと言われてきたなんかね私自身が結構なんだろう勉強とか結構好きででダンスも好きだったからずっと家に閉じこもってて
だから家に閉じこもってるかダンスの教室にいるかとかであんまり友達と遊びに行ってくれるみたいなそんなタイプでは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れをずっとねお母さん友達と遊びに行きなさい友達と遊びに行きなさい友達と遊びに行きなさいってずっと言ってたで多分結構いろんな人だったらいろんなご両親の方はきっとその高校1年生とか中学校の時とかにその海外に一人で行かすっていうのを却下する人ってだいぶ多いと思うんだけどしかも一人親だよ一人親で一番可愛い可愛いって育ててきたその末っ子を海外に行かせるなんてきっと大変な決断だったと思うんだけどそれも全然ねすっごく応援してくれたっていうだからすごいねなんか考え方が広い人だと思う JJJ いい年下吗我不知道耶我不知道他喜欢怎么样的人呢现在公主病以后遇到一个宠他的直接变皇后哦真的很棒哦名前言った何何名前言ったあまだ名言ったへえなゆたへめっちゃ懐かしいんだけどまだ覚えてくれて嬉しい大家对日本女生有美好的幻想比如说真的是很厉害的妈妈我真的我觉得我妈是很厉害我刚刚用日文讲的事情是说就是因为我妈一个人带嘛一个人带三个小孩嘛然后我是觉得很多很多妈妈爸爸都会反对说啊应该是说建议小朋友去读书你知道吗就是你为什么不读书为什么你不做作业之类的如果小朋友出去玩的话可能就是爸爸妈妈会说你要念书不要再出去玩你要在家里好好念书读书以后才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妈不是我有一天在家里做作业她就说你做什么作业你去找朋友玩不然你就好好的练习跳舞我妈就是很重视那种我的才华或是我的专长或是就是她觉得我读书跟一般人就好就是一般人一样好就好有知识有基本上的知识有办法毕业高中就好他的想法是这样但是他想要我去学习更多其他的东西然后他也是叫我多多跟朋友相处然后他就说这个人生中朋友就是一个最好最好最完美最美好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就是要好好的就是看怎么讲重视你所有的你身边所有的人这样子他就是从小到现在一直都这样子讲思想好特别的妈妈我觉得这样是很棒的啊妈妈是不是觉得你不会读书我很会读书啊就是 我自己也很喜欢读书才会去读书然后我妈就觉得你为什么一直都在家里做作业为什么不赶快去找你朋友玩对她觉得读书就是朋友人缘才华专长是比读书还重要的但我现在是很认同他的意见了，因为我也不是想要当医生，或是想要当什么，很厉害的职务的人。如果我真的想要去当医生的话，我不读书这不行啊。对，对呀、啊，来一起读书吧。马友都可以出国留学了，算很会念书了。嗨，新加坡勇哥。伦伦 Lolly 很开放的教育方式，我也觉得，而且。就是我只是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最小的小朋友嘛因为我个人是觉得最小的朋友小朋友是最被疼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是算是我被怎么讲我受到了很多我哥哥我姐姐还有妈妈的爱非常多的爱然后我如果是我自己妈妈自己是妈妈的话我会舍不得让小朋友去国外留学而且这么长的时间我国三国中三年级就开始留学出去国外了嘛然后高中一年级就开始留学了就是如果是我今天是我自己是个妈妈的话我会舍不得让小朋友去我会觉得啊天哪他会在国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可能会想念他或者是不想要他去但我妈的想法很特别她会觉得多出去多出去然后多认识然后多遇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才会知道要怎么处理所以她会觉得你有时候遇到危险是好的就是不要吃真的生命危险就好这样子她会觉得你自己小心一点对这样才有办法就是自己处理因为我妈也不是这一辈子都会陪伴着我啊香菇谢谢一封信你被宠坏了吗我差不多啊我真的是被宠了啊我真的是被宠的
马友大学念哪边？台湾的，中间那个最衰，算是吗？我姐也是被，我觉得我妈蛮公平的啊。那我们家妈妈也是跟妈妈马友妈妈一样，真的、哦、真的、哦。你高中去哪那么久、哦？我高中是去纽西兰啊，还有就是，应该是一半以上都在国外。啊，一半一半啦，一半在日本，一半在国外。鼓掌鼓掌，喂喂喂，偶尔，Hello 阿玲，想想 Lex， 然后我姐是去上那个美容专业学校，然后当美容师。美容师，对，美容师，然后后来就现在不是啦，现在他有做很多工作，但是对，还蛮厉害的、啊、女强人。然后我哥是去读那种建局的，嗯，很聪明，我哥很聪明。嘿呀，我家人，因为刚好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家人。建筑，对啊，然后我跟我姐也是很好，就是最近比较熟啦，就是前阵子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是我姐大概三个月到半年一次来台湾，而且她是很厉害，她是哦，我明天去台湾哦，哈，明天的那一种，然后就可能来个两三天就回去，因为那时候没疫情嘛，所以就是来台湾其实没有那么难的事情，所以他就想要来就来这样子。姐姐可以帮我剪头发吗？可以啊，我小时候一直给他化妆啊，就是当他的娃娃。我也要在日本再多至少三年，对哈，恭喜你，恭喜你，当自己家厨房来嘛，对啊，对啊，他是这样子，所以那一阵子就是，很好，但是这一阵子是因为没见面的关系吧，就是比较少聊那种心思，就是自己的事情，对，但是我姐跟我是蛮像朋友的。人間平等じゃないよな。俺は台湾行けない。台湾なんで来れないの？シチュエーション作ってくれるじゃなかったの？お姉さんすごいの。行動力。そうだよ。我也做过这种事情耶。明天去福冈，收留我一下。对啊，就是没疫情的话，其实去日本或是来台湾，真的是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恋上化妆娃娃，恋上化妆娃娃，对啊，对啊，就是一个。我小时候就是给他化妆啊，给他弄头发啊什么的，所以我国小的时候就有接头发，就是接那种有颜色的啊，然后国小就开始染头发，都是当他的那个啊娃娃，并不是我自己坏学生然后去染头发的，好好笑。めいちゃんがお嫁さんになってくれたら家族に会うためって理由で台湾に行ける。あ、そっか、そっか、そうだな。うん、どうしようかな。難しいな。仕事に戻ります。はい、了解です。悲しい。悲しい。妈哟，哎，什么日本的国小女生都化妆化很浓了，真假的？我在日本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化妆，我说国小国中都没什么化妆。谢谢小硕的文手礼，谢谢你，谢谢小硕。嗨，飞哥，飞哥，飞飞飞飞飞飞哥，飞哥，拜，仕事頑張ってね。嗯，但我现在就觉得我刚来台湾，就是台湾来台湾的第一年，那个妆太浓了吧，超浓的哎，天哪，超浓！现在的女子高生啊，女子那小学生，哦哟，谢谢你 ，Kiki 做你的猫，谢谢。什么越来越成熟了，好难过，为什么？你比较喜欢那种很怎么讲，青涩的那种。小朋友是不是？你是萝莉控是不是？好怀念。对啊，我妆超级浓啊，超可怕，是真的很浓的那种，超可怕。
啊，我不知道我的刘海正经，没看过以前请范伟，不要，真的不要去翻我藤井麻友的以前的照片，拜托你。我现在很自然，对啊，现在今天算浓啊，就是以最近的我来说，就是对最近的我来说，现在的妆是算浓的。因为前阵子开直播什么的，都是换一个，这什么口红啊，然后换一个一条眼线就这样子，会不会太自然？会不会太自然啦、啊？小翔 ，Hello， 妈有自我介绍的影片就很好看，哎呦，撑得住 ，Hello， 哎，很快、欸，已经五年，你知道吗？我昨天去同学来了，我每次都要写说我自己的个人资讯这样子，然后有一个是来台时间，然后我想一下，哎，五年，天哪，我来台湾已经五年了，你知道吗？哦，好久哦，五年呢，我现在23岁，算二十岁的话，我的人生的四分之一都在台湾耶，对吧？有没有淡妆的麻油？很多啊，你去看 IG 就很多淡妆麻油了。最近偶尔会看到 YouTube 推荐你以前的影片，看过啊哈，真的不要，就是过去就是放在过，就是过去就是当过去啊，就不要去翻了。你喜欢现在的我就好，我是18岁吗？反正就是四分之一都在台湾呐、啊，对吧？很酷欸，真的很酷欸，我真的没想到。而且我昨天在同学来了讲说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台湾，我就觉得好想哭哦。我就在台湾已经发生过很多事情，遇到非常多的台湾人，然后我认真觉得吼，我真的很少遇到那种让我觉得很厌烦的台湾人欸，就是我对台湾的大家的印象是还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天哪，为什么台湾人对我这么好？还是我人缘太好了，我运气太好了，是不是？你身边有很讨人厌的台湾人吗？我请问一下，是我运气太好的问题，还是台湾人都很好的问题？你们身边有什么讨人厌的台湾人吗？请问，现在颜值什么颜值？那是什么风？人生四分之三都是18岁。哇，你说厌烦的台湾人吗？你不像，看到没有？没有，还没遇到8+9，8+9我也有遇过，好不好？但是我是觉得还蛮可爱的啦。他们只是想要耍酷吧，就是不会让我觉得啊、哦，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是吗？当然有，多少都会有几个是合不来，合不来跟就是人真的不好是不一样的啊。合不来当然会，就是因为我的个性，他的个性不一样，合不来是正常的。但是至少我不会觉得哦，他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讲？是台湾人对外国人比较好的问题哦，有可能是这样子。当然有，阿哲，下午好啊，有啊。ハリさん、どうしましたか？あ、この、あ、さっき話した話は、昨日ね、そのテレビの収録に行って、いろんななんかその名前とか住所とか書かないといけない紙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その紙の上に、その台湾に来た時間を書いてくださいみたいな、あ、台湾に来た年数を書いてくださ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ちょっと考えて、あれ？今は何年目だっけ？ 5 年目だったんですよ。もう5年も経ったのかと思って、びっくりびっくり、本当に。就是5年経っていろんな人に会っ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でもやっぱり台湾好きだなって思う。5年も経ったのに、なんかただの台湾ドリームじゃなかったわ。なんか最初の頃は多分さ、食べ物も美味しくて人も良くてみたいな、台湾でやっていったら楽しいかなぐらいの感覚だったけどさ、5年いてさ、まださ、え、台湾大好きっていられるのすごいと思う。思わない？谢谢仲颖的钟情玫瑰，钟情玫瑰8+9耍酷。那麻友觉得暴走组怎么样？暴走组我其实都没看过哎，都没看过哎。我出生之后就没有什么暴走组了吧？我觉得啦，小辣嘛，谢谢来看我的直播。等上人，谢谢你的猫铃铛。
Jeff 6106。日本の台湾旅行の CM でね、女性優しい台湾ですって言ってた。あ、そうなんだ。なんでその CM 私を雇ってくれないんだろう。はい、ケックス、谢谢。We are family。谢谢。我就让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なんでその CM 私を採用してくれないんだ。記念日。We are family。谢谢ラーちゃん音。メイちゃん生まれた頃の CM だと思う。あ、そういうことか。最近の CM ではないのか。それなら仕方ないね。それなら仕方ないですね。よいしょ。うん。バ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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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タピさん覚えてる？タピさん見たことあるのかな？谢谢奇遇的这是什么东西？好可爱哦！是三色猫了，很可爱耶！这个礼物超可爱，谢谢奇遇。就当 ，Hello， 草灰的翼 ，L， 中午好哟，中午好哟 ，L。We are family。开到我最爱的猫啊！你喜欢三色猫、三猫、三猫猫。啊，我也想，你知道吗？我最近超级超级超级爱哈士奇，很多人吧？好像没有跟大家分享哈士奇的故事哎。就是呢，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那种大狗。然后我之前的梦想，小时候的梦想，这个应该有跟你们讲过，就是。小时候的梦想是我要在海边养一只黄金猎犬，然后就每天在海边在啊，你等我，我等你的那种画面，在海边就是遛狗的那种画面。然后后来就是觉得哦，黄金猎犬很可爱，但是他们实在太聪明了，太聪明的狗狗就无聊。然后后来就找到很多哈士奇的影片，我就觉得他们很呛。又很可爱，他们的外表哎，就像我一样，但是他们的外表是很精致、很漂亮、很帅，但是他的那个个性是很强，所以我很喜欢哈士奇，所以我最近都在看哈士奇的影片跟照片。对呀、啊，谢谢花生粉魔术的猫铃灯，马上去再看一了，二哈，柴家第一名。对啊，雷伊和桂桃。今日のテレビはどんな話？今日のテレビはお母さんの話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多分。だいぶ前に収録したやつだからあんまり覚えてないや。でも今日の話はお母さんの話です。ハリーさんもコメントしてね。日剧中的画面。对。怎么好？我努力长成长成哈士奇的样子。你没办法，你。你没办法，你可能是吉娃娃吧，开玩笑的，你不要走心，你不要走心，拜托你不要走心，我开玩笑的好吧，你不是吉娃娃，没有，可是好来我补充一下，就是在日本呢、啊，就是吉娃娃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狗狗，好不好？你不要走心，很好笑，很笨笨的狗狗跟马友一样，没错啊。黄金猎犬跟他自己缺货，单身狗可以吗？好可爱 ，OK， 也可以啊。沙漠鱼也很可爱，而且我上次在路上看到沙漠鱼，哦天哪，好可爱！什么小心土豆的攻击？好可爱，小心土豆的攻击，吉娃娃的吉。什么神曲吉娃娃之歌哦，不要再听了，不要再听了，那个真的太洗脑了。想那首歌的人真的很厉害耶，听到一个马尔济斯跟吉娃娃的歌真的很厉害，这超洗脑的。可以笑，吉娃娃吉娃娃，哎啦，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妈妈，哎，土豆是不是走心去哪了？土豆，你赶快回来啦！雨楠 ，Hello。土豆去哪？土豆去哪？
チワワって意味？あのね、なんだか知らないんだけどさ、チワワってさ、台湾すっごく人気ないの。なんで？チワワってさ、日本ですごく人気が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ロングコートチワワもさ、短い毛のチワワもさ、すごく可愛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なんでか知らないけど、台湾ですごく人気がないんですよ、チワワの。そう。だからね、みんな、さっきね、あの、ハスキーとか、その、なんだっけ、ゴールデンレトリーバーの話をしてて、で、ハスキー、あるファンの人が、ハスキーになりたいって、頑張ってハスキーのようになりますって言ってから、いや、ダメですよ、ハスキーじゃ。あなたはチワワですよって言ったよ。そう、チワワはあれだから、冗談だけどね。まあでも、チワワって日本ではすごく人気があるからね。小福星、チワワワ、チワワ。キャンキャンうるさいからかね。いやー、そんなことじゃない。目が離れてるからじゃない。チワワはな、まし、あ、チワワはなんか、神人字っていうよね。チワワはなんか、なんていうの？すごい、なんていうの？心が乱れてるじゃなくて、なんていうの？神人字。神経質。神経質なのかな？得到你回来了。我以为你走心了呢。没事吧。没事吧。Hello, 地瓜鸟。Hello, 地瓜公鸡。可以发给日本人听，不要，谢谢大家的礼物，红包红包，抢起来抢起来，刚盖上完礼物。やっぱりキャンキャンうるさいからっぽいな。可是吉娃娃只会出一张啊嘴而已。请问麻油的新节目要去哪里看呢？哦，这个说到这个，可以在Facebook 脸书搜寻 SoNet。来，我来帮你打，我来帮你打 ，Sonnet 台湾 ，FB 呢？这个是 FB， 然后它的那个日文啊，那个 So this 等一下 ，So this net， 这个 So this net 只是那个节目的名字，嘿啊。很开心哎，まあまあ確かに日本で日本人気がありますから。麻友有去过宠物展吗？其实蛮想去的哎，还蛮想去的。而且我昨天很开心，我昨天去电视台嘛，台湾居然有 Sonnet 对呀。哎，你们没你还没看吗？无语，我在 Sonnet 有做新的节目，跟雨清一起主持的，然后再介绍一些关于日本的趣事，希望大家多多看一下。然后直到八月十号有抽奖活动，然后你知道吗 ？Sonnet 的人说现在抽奖率很高哦，如果想要免费拿到。Sony 的无线耳机两个，两个是两个，两个耳机，然后还有三位是可以拿到我跟七七签名的一个拍立得，对，亮哥谢谢粉玫瑰，对，所以大家赶快去把握机会，就是可以免费拿到耳机耶，如果你用不到也可以送我 ，Biscuit 谢谢鱼坤坤，谢谢大家的礼物裙子。君子，对，对。然后我昨天有很开心的事情，我昨天去拍立得比耳机好吧，好吧，耳机可以送我啊。我说什么？对，我昨天去电视台嘛，然后电视台有几个认识的工作人员，然后有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就跑过来跟我说：“哎，我有看你那个新节目哦，我觉得蛮好看的。”我就觉得很开心哦！天哪，这是外面的人，就是不是我们 AKB48 Team TV 的粉丝的人，也是来。就是来关注，就觉得很开心，还说很好看，不知道那是客套话还是怎么样，没关系啦，不管，就是觉得很开心。那个无线耳机 Sony 的上架第一天秒杀，哦，你看，就是这么厉害的耳机哦，要把握机会哦，大家，这么厉害的耳机啊，害我很想要去参加抽奖活动哎，我可以吗？还是我也来抽奖活动，耳机不能送了，还是问卷地址改成哎，好赞，好，很不错哎，可以耶，地址可以改成就是帮我送给麻友这样子，很棒哎，越看越想去日本。啊，说对，我们到台湾，然后呢，在七二个キツネダンスをやってた，诶，キツネダンス，なるほど，是耳坤坤。小野巴，
大家什么地址直接写公司地址就好了吧，然后你要一定要写到送给麻友，要不然公司那么多人风凉。哎，那你们觉得想要看怎么样的主题呢？我个人是想要做一个美食美食的。听说我下次下个礼拜，下个礼拜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去同学的时候可以吃到一些美食呢，好开心哦有美食就很开心啊。我是个小胖子兼人 Hello 吃思儿，果然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吃的，没错啊，日本没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对不对？没事哦，纳豆吐司该拿出来的吧，也可以啊，也可以给他们吃啊，我亲手做的料理给他们吃，这样好不错哦。公费吃美食最好了，这周又有录音，对，他们放完暑假了。恰恰谢谢红玫瑰。ハリさん、ソネットの番組のやつだったらどんなやつが見たいですか？私的には、自分的には美味しいものを紹介したいです美味しいものを紹介したいです食べることしか考えてない、ただのおデブちゃんはあ、面白い。下次麻友可以在节目介绍日本的神社吗？我也很想要欸，我觉得神社很棒，我觉得真的很棒，所以我提看看，我再提看看，我再跟工作人员提看看，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决定下一集要出什么主题啊，下一集已经拍好了啦，所以下一集不可能是神社或是美学，但是我觉得下下一集可以再讨论一下，对啊。好开心哟！アンケートには美食ってこと、あ、もう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よ。嗨，博君吗 ？Hello， 志宏、山人、志祥。日本的国立公园也很不错，公园哦。对啊，日本也有蛮多漂亮的公园的。我很喜欢去大阪城那边的公园，好漂亮，超漂亮，很喜欢。有去过吗？还是能不能接受什么非主流的？旅游啊，我蛮想要介绍那些，就是因为现在最近很多人都去露营啊，或是我说 camping 的那种露营，就我因为我不知道那个露营跟露营是二声是不是 camping 啊，或是潜水啊，或是一些爬山啊什么的，就是 outdoor 的那种一些活动嘛，大家都喜欢去嘛，所以我也蛮想要去，就是介绍一些。这些就是比较户外的那种旅游景点，刚好七月半可以接受日本的都市伝説哦，なるほど可以啊。大阪城公园超大，对，露营啊，露营营呢营 ，OK。西欧啊，可以，谢谢你的红玫瑰。对，大阪城公园很美，我也是，就是在日本的时候很常去那边，因为觉得很舒服啊，然后。那边就是那个樱花很漂亮，樱花梅花都很漂亮。五六年的事情了，跟朋友自助时去的。OK， 真的很漂亮，对啊，真的超漂亮的。谢谢古早古早，喂 ，A 红玫瑰，谢谢你。噔噔噔噔噔噔，谢谢古早古早，喂的红玫瑰，是刚刚的哈。好想，还想介绍什么？この前十二月大阪城にサンタクロースがたくさんいる。あ、そうだね。对呀，可以介绍一下。サメシマ哦，好可怕哦，还是不要好了，还是不要好了。很多那种悬案很可怕，就不想讲。围城。你们今天要干嘛呀？我差不多就要关了耶，已经2:10了。你们今天还是上班吗？加油哦！我们也差不多要开始练习公园了。Santa Claus たくさんいるの知らなかった。
みんなコスプレとかそういうのじゃない？多分。在家费哦，不错哦，休息一周。第一次去大阪城公园哦，超远哦，对哈，摩利诺米亚，对。对，上班中加油。要练公园，谢谢世宏的红玫瑰，谢谢吃拉面，吃拉面中，好好，好久没吃拉面呢。哎，对了，就是我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我今天晚上9点有同学来了，今天11点重播，然后12点的时候会有 YouTube 影片，然后呢，就是12点 YouTube 影片那个可以留言，大家记得帮我留言，帮我留言，帮我分享，谢谢大家，我爱你们。好，那我要。对，留言，对，没错，留言是最重要的。然后留言就要聊到藤井麻友，就算你要说我的坏话也好，但是你要讲到藤井麻友，藤井就先不用好了，就是一定要讲到麻友哦。谢谢大家，太感谢大家了，谢谢。好，那我要念板咯，我不敢留，为什么你不敢留？为什么不敢留？留言没梗了，帮忙想一下留什么好吗？好啊，麻友好可爱，站着好，要低调。那你就说，你要低调哦，要低调。为什么要低调？哇哩，ありがとう。そうです。トピさん、ハリさん、今日の12時日本時間の1時か深夜の1時に YouTube で私が今日出てるテレビのやつが放送されると思うのでまたコメントとシェアお願いします。那个叫藤井的怎么那么漂亮，不行，那个叫麻油的怎么那么漂亮，不要说到藤井，大家都觉得藤井是谁。麻油学会了，为什么大家都会说麻油学会？我根本没学会，怕被朋友跟同事抓包，被抓这又怎样吗？好啦，那我今天要念从第十名念 ，OK， 五一二三四五 ，OK， 今天第十名一个人，谢谢今天的第9名，卡米，谢谢今天的第8名，小硕，谢谢今天的第7名，乌鱼，谢谢今天的第6名，香菇，谢谢今天的第5名 ，Jack， 谢谢今天的第4名，哈利达，你个头，今天的第3名，启威，谢谢今天的第2名，仲莹，谢谢今天的第1名 ，Kix， 谢谢。对呀，本来就坏坏的，呵，笑死。所以我连默默的按赞，哎呦，你也要打起勇气帮我留言，谢谢。好，期待晚上的节目，谢谢大家，拜拜。谢谢思琪的粉玫瑰，按下嘎嘎，好的，我留了，谢谢，拜拜，辛苦了。